侯汉廷春节特别节目。过年呢，要吃饺子，长寿面，还有扇贝。哦，扇贝要特别注意，有什么特别？扇贝呢，是贝类，不是扇类。过年呢，多吃点。我真的很饱了，孩子还在长身体呀，所以呢，棺材要买大一点。哎，快过来拜年！过年的礼仪规矩太多了，仪式感不可少。难道你想三点仪式？什么？三点仪式？一五九二六，三点仪式，一五九二六。哎，红包啊，妈妈帮你存起来。我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什么意思啊？宣导反诈骗。这支影片是不是警政署请你拍的？我太难了。线下抓犯人是警察的工作，我还以为线上宣导反诈是唐凤的工作。哎，出国和点面线才是唐凤的工作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妈妈，你年年跟我说红包存起来，我觉得你跟唐凤是同类人。什么？我才不是诈骗集团呢。那我跟诈骗集团住在一起，那我就变成陈欧珀。哎呦我的妈！侯汉廷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，过年了，请汉廷说些吉祥话吧。感谢重庆又和我们一起娱乐，祝大家吉祥吉祥吉吉吉祥祥祥，真的是满满的吉祥感。有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看节目，怎么祝福呢？祝爸爸妈妈鞠躬尽瘁，祝爷爷奶奶早生贵子，祝福小朋友们也能瓜田绵绵儿孙满堂，龙年行大运。